真感谢大家，真感谢大家伫教会过去，伫遮得着足侪个帮助、祈祷、奉献。我拄仔看到青少年要出去外宣，其实心内是受着足侪我以前伫遮甲真侪青少年做伙，其实遮个即摆个青少年，就是交做你一世人个朋友。佫有真重要的迄个辅导嘛，会影响你一世人。所以当初我看到遮个青少年，就想着过去，家己就想着过去，阮有一届去是伫班教会，啊，困伫咧 KB 青少年的活动咧。啊，佫看到遮个青年，就想着我伫大学的时阵，大专团体的时阵，其实。长久以来，拢受长老教会栽培，因为伫财团团体受到足侪造就，嘛影响我去读新学院。我嘛希望伫未来会使搁伫教会服侍，搁栽培搁较侪青少年来遮做着头拄仔青少年唱的迄首歌，改变台湾世界，改变台湾。啊，即马伫咧八月的时阵。我会到伫汤丢落到遐落西，嘛伫遐做真侪一个传道人，啊做真侪教会工。啊，其实我真侪朋友拢毋是基督徒，常常拢问我讲，你即个传道是做啥物代志？啊，其实伊毋是基督徒，其实有淡薄仔解释。啊，我就甲讲，其实做一个团队领导，那亲像是你丢共款，就是含你丢做诶代志是真小小。但是阮是讲信用，讲耶稣基督诶疼，安尼用耶稣基督诶疼方式去做。啊，真正是足感谢教会诶栽培，互我对细汉我就伫应付大汉，我若出去，大家人拢问我讲是。啥物教会，我拢讲英国教会，啊，大家人拢哇，大教会安尼，就是，啊，我细汉就伫遮大汉，其实影响我上大是迄、那个，我家己感觉是迄个疼土地的心啦，对。啊，未来我嘛希望讲会使，就是继续疼土地、疼台湾。啊，其实我。入去新学院了后，我认识真济，较认识教会。啊，我发现教会甲社会其实有，就是有淡薄仔无共款。就是我嘛希望我未来教会就像牧师头了讲的，会使接纳所有的人。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小儿子甲大儿子伫心内面，但是咱爱真侪学习，也真侪。父母伊个形象，诚做耶稣基督个形象，啊，疼所有个人，安尼接纳所有个人。啊，我未来就是伫新属于新的中会，啊，伫遐服侍。啊，其实我个就是我家己是，若希望讲，家己伫教会，因为佫较宽较宽个，我嘛真。听丢了台湾基督丢了教会，未来嘛是希望讲台湾基督丢了教会会使搁有搁较改变，搁较亲像上帝的形容，耶稣基督的疼，真正是会使疼即个台湾所有的人，搁有全世界安尼。啊，足感谢大家栽培教导去祈祷，啊嘛希望未来继续替我祈祷。啊，我要去的教会是，阮两个拢是青年，三十几岁的青年。我的牧师是嘛是三十几岁，就是阮两个拢是少年人，啊，希望会使替未来我伫服侍的教会祈祷安尼。哎呦，嘛真感谢，嘛看到每一届回来，嘛看到教会有真侪改变。其实这几啊十单我拢有接收到周报，就是每期拢会寄周报给我，啊，我拢有咧关心，也嘛看到教会改变。今仔日嘛看到有迄美术同学
其实伊是我真好的朋友，啊，伊是一个真优秀的青年的妈，少年妈妈，啊，希望大家嘛会使继续支持，帮助伊去得到去读博新加坡书，将来会对咱长老教会台湾有真大的帮助。啊，请大家继续对为阮来祈祷，搁有我的家庭，啊，真感谢，多谢大家。但是你现在是从水电的祈祷，上帝啊，你有看到你家己的路目，因阮你的面前，伊是你手中的宝贝，愿你用心捏住伊，予伊伫上帝国度个人会当成做别人需要中的安慰者，行业中的好牧者。可以有能力，会当成做别人的牵线。我的人生真侪时阵，我需要一个贵人。愿这个团队未来的牧师，现在要出去受差遣出去的牧者，伊就是侪侪人的贵人。生命以大声受改变，大声受丰富的领受，也来出去。要服别人，因为伊来得到改变。然后，阮幸福欢喜成做一个初级的教会，欢喜成做一个甲人相甲同工的教会，欢喜成做传道者伫外面的好朋友。不管因拄着啥物，阮拢伫因的身边，恳求圣神甲伊相同行，互伊一生荣耀上帝第一人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多谢拜。前我有一个朋友，我那是托人托信来，伊即摆伫咧读博士，又转来咱即个只旧年暑假转来咱只工作，伊是伫迄个 UBC 大学博士，电气的博士，然后之前甲我讲博士，我要读信来，伊请你甲我推荐电气博士放弃。我咧读新南医，啊，即摆也搁伫迄个普朗多诺新南医伫咧读博士班。啊，即个是数学博士学了，然后有去教书，即摆搁读新南医，去做团队。因为咱教会需要各位牧者，毋忘你栽培你的囝，原来来做牧者，亲像王阿仔啊，你袂歹，后辈拍袂烦恼，啊。OK， 咱